在我哋入正题之前咧，卖一卖广告先。以下呢一条广告片咧，由 price.com.hk 赞助嘅。其实 price.com.hk 除咗可以格价之外，仲有个网购专区，上面有好多唔同类型嘅产品。而佢哋最近就出咗个几抵嘅优惠，就系响 price 网购用 PayMe 买嘢，满700蚊即减100。记得购买嗰阵输入优惠码 PayMe Perps。个推广去到4月尾，名额有限。嗱，有興趣嘅朋友可以 click 下面嘅 description 嗰條 link， 睇下有冇嘢啱噶啦。大家好，我系 Ray， 欢迎到 FIFA3.com。咁喺正式开始之前咧，提提大家啦。如果想接收最新嘅影音资讯、产品评测同埋呢个教学影片嘅朋友咧，记得订阅我哋嘅 FIFA3.com 嘅 YouTube channel， like 我哋 Facebook 同埋 follow 我哋 IG。好，咁啊，今日咧，而家身处呢个地方咧，就系喺荔枝角嘅 Soundwave Audio 嘅 showroom 啊。咁呢个 showroom 咧，平时咧就可以试到Soundwave Audio 旗下啦不同嘅产品嘅例如耳机啊，或者一啲 HiFi 产品咧，都可以喺呢个 showroom 度试到。但是咧，而家你見到個牆啦，咁啊，好似好多唔同嘅產品擺咗喺度。咁點解咧？嚟緊2月29日呢個四年一次嘅2月29日咧 ，Soundwave Audio 呢個 showroom 咧就會成為咗一個一日限定嘅 pop up store， 將會喺呢個禮拜六嘅11:00至6:00舉行。咁但係咧，因為疫情嘅關係啦，現場咧都會有好多防疫嘅措施會進行㗎啦。咁啊，量體温啊，戴口罩先入得嚟啊。作為一個香港人，應該會要做緊嘅嘢啦。咁同時間咧，亦都將會咧，如果太多人嘅關係咧，會有一個人流控制嘅措施嘅。咁啊，希望大家了解啦。即基本嘅資料就講到呢一度啦。咁究竟有啲咩重點必買嘅產品要推介呢？咁而家帶大家入去睇下先。係啦，咁啊，除咗出面咧就會係一啲主力嘅產品啦，你都入到嚟咧就係一啲高級嘅產品喺呢度會做一個開倉嘅體驗日啦。係啦，咁今次咧我都精選咗有5個牌子嘅產品咧，係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啊，第一個牌子咧就係我而家面前呢一個啦，就係CTM。咁今次呢個開倉啦，咁啊 CTM 咧幾款多款產品咧都會有一個優惠價發售嘅。咁中間重點咧都係兩款高階嘅入耳式啊。咁第一款咧就我手上呢一隻啦，就係 AS7。咁 AS7 咧就係同咗呢一位外國嘅鼓手，就係叫做 Aaron Spears 咧一齊去開發嘅一款產品嚟嘅。咁啊叫得做七字啦，咁所以咧就係一個內置咗七個嘅動鐵單元嘅一款耳機嚟嘅。咁啊因為係同音樂人合作啦，咁所以其實個聲音取向咧都相對地係比較 monitor 嘅。咁啊有興趣嘅朋友咧就可以嚟呢度入手啦。好，今日除咗 AS7 之外啦，另外一隻重點嘅開倉嘅產品要推介咧，就係佢嘅 DaVinci Live 啦。咁呢一隻咧就係ATM 嘅 ATM， 呢一隻咧就係 CTM 嘅旗艦型號，咁亦都係一隻九個動鐵單元配置嘅入耳式耳機。咁點解叫 DaVinci 咧？其實佢咧就有一個都係達文西非常之代表性嘅一個設計嘅圖案啦。咁另外亦都係一隻相對地都係比較 monitor 聲嘅一隻入耳式耳機啦，咁所以咧，如果對 CTM 呢個品牌有興趣嘅朋友咧，就可以留意一下啦。好，咁第二個牌子想同大家講嘅咧，就係都非常受 HiFi 有歡迎嘅牌子啦，就係呢個 JH Audio。咁 JH Audio 咧，哇！你一見到我而家台面啊，呢度全線嘅產品咧。到時呢個開倉體驗日咧，都會有一個超筍價咧去發售嘅。咁除咗有 demo 咧，亦都有其實真係有貨嘅產品會喺現場賣嘅。大家好熟悉嘅 Wolfson 啊、Layla 咁都會有啦。而係依次最入門嘅 Tri Five 咧，都會喺現場咧會有得發售。咁中意 JH Audio 嘅朋友咧，而家咧就真係一個入手嘅好時機啦。咁如果你即場咧想為新入手嘅 JH Audio 咧揾升級線嘅話咧，其實現場咧都會有一啲好好嘅線材俾大家揀啦。咁啊，推介咧就係我之前做過嘅 Bryce Audio， 即係呢個日本人手製嘅線材。咁咧亦都會有真係專為 JH Audio 而推出嘅線材咧，可以俾大家揀嘅，就係呢個 Otta 14 Reference。咁呢個型號咧，係將會有 2.5mm 或者 4.4mm 嘅 balance， 兩種 balance 頭嘅型號咧，可以俾大家去即刻即場選購嘅。咁啊，都如果你有興趣嘅朋友咧，帶埋自己有 balance 嘅 DAP 上嚟試咧，咁啊應該係最 fit 嘅一個組合啦。咁再嚟呢一度咧，就係我咧同 Soundwave 即正式拍呢條片之前啦，佢都已經講咗好多咧，有一個牌子咧
是非常多人知道他們開倉之後呢會查詢的，那就是這個美國的 Mr. Speaker 頭戴式耳筒呢，是將會有兩個系列呢都會有這個開倉優惠價發售的，包括了 Eon 這個系列和這個 Eva 的系列呢都會有多款產品呢會在現場做一個優惠價，那這兩個系列呢都是 Mr. Speaker 或者這個 Dan Clark Audio 呢就是都是一個平板單元的設計來的，所以如果真想試這個平板單元的朋友呢現在呢就真的可以一個很好的機會，一個很漂亮的優惠價呢就可以入手到這個 Dan Clark Audio 的產品了。咁講完平板單元的耳筒啦，大家都應該都知道呢平板單元很多時呢都要配合一些很好的耳框呢才有最佳的發揮啦。咁現場呢亦都會有日本 Relief 的兩款產品呢會將會有一個優惠價發售的。咁分別呢就我而家呢一部呢就是它的 E3 的 Hybrid 的型號，另外呢還有一個就是這部 E5 的 Studio 型號，這兩部機器其實都會有一個電流放大的模式，同埋都是一個 Made in Japan 的產品的，但是叫得做 E3 Hybrid， 所以呢其實它除了有電流模式放大之外呢也都會有電壓模式放大，可以照顧不同的配搭，即是可以用不同的耳筒配搭不同的模式呢就會有更加的發揮了。之前個人都有拍過片提及 Relief 的產品的，有興趣呢就可以找回那條片來看看。好，咁啊，我精選嘅牌子咧就大致推介到呢一度啦。咁但係其實咧，今次嘅開倉體驗日啦，都仲有好多嘅 Soundwave 嘅牌子咧，係會有呢個超筍價發售嘅。咁啊，例如 Acutone 啦、Orisonic 啦、Fender 啦，以至ORB 嘅線材啦，或者 X Mini 一啲便攜嘅喇叭啦。咁啊，仲有呢個 Master and Dynamic 啦、Massey Audio 啦，以至咧我最近都做過一個 review 啦，就係一條Type C 轉插嘅品牌，就係 Sulu 咧。都會在這個 Soundwave 的開倉體驗日裡面真的不同的產品可以給大家選擇。最重要的還有一個 gimmick 的地方，就是呢今次就可能因為疫情的關係， Soundwave Audio 除了會在現場有這個優惠價發售它不同的產品之外，也都會在他們的官方網店會做一個特選的產品，會即場做這個網上網下同步銷售的。所以如果對 Soundwave Audio 的產品有興趣的朋友，又擔心疫情而不好敢出街呢，都可以在他们的官方网店呢继续享受这个开仓体验日的优惠的，所以大家记得星期六留意一下啦。好，咁今日呢条片呢就讲到呢一度啦，鍾意我哋拍片嘅朋友畀个 like， 未订阅 channel 可以揿订阅，揿咗订阅之后呢揿埋右边嘅钟仔，我哋有新片呢就会通知大家。好啦，咁而家呢见到现场都真係已经准备就水啦，咁希望礼拜六呢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啦，真係唔係好敢出街呢上网睇都好，但係最紧要嚟到呢个现场嘅时候呢戴口罩戴口罩戴口罩，同埋呢有发烧真係唔好出街啦。咁今日讲到呢一度，下次再见，拜拜。